不信 FD 有口皆碑。好，我们是俏女孩。介绍一下，让大家认识你们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婷雨，我是波波针，我是布丁，我是糖糖。哇，超级可爱，我已经融化了。好，我可以准许你们跟我们一样可爱。耶、yeah, ！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们太可爱了，所以刚刚有小朋友看得太入迷，他走失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出状况，那脸红心跳，我们刚刚都没有，就只是下了一场大雨。东西要拿好哦。是，他们要。好好的访问一下，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，为什么你们要叫俏女孩？俏女孩，俏女孩，因为哪里很俏吗？俏，对对对，其实是屁股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俏的地方，是 对，像我们队长波波针呢，他的屁股非常的俏，哎呦，屁股很翘，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，你讲出来了，我要挖冰淇淋的那种，挖冰淇淋，来嘛，现场要挖多大？就是性感那种，尽可能来，好，来 5678。的 Yosu Nipple 卡称顶口口，就是该有的都很有，太羡慕了，对，太羡慕了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还有，其实是我身旁这一位，他有一个特技，就是我们发现，是我们发现的，因为我们相处很久了，他自拍的时候。嘴巴会很翘，嘴巴很嘟吗？嘴巴我们都可以学他，你们都可以学他，你们都很会模仿，都会学他。布丁在 FB 在网络上人气也是超级高的，吓死我，60万。是，那你要不要来五连拍？现场朋友想看的，现场先拿起来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，来一连拍，猪，好，二连拍，猪猪，三连拍，猪猪猪，还是猪，还是猪猪猪猪猪，最后一个很重要，五连拍。你是嘴唇啾啾翘，那你呢？还有压轴，你压轴，对对对，我压轴，自己说自己压轴。好，还有我们最高的婷雨，对啊，她的她的婷雨好好哦，是我的，她的睫毛，没错，真的，你睫毛真的很长，如果你不讲，会以为戴假睫毛。真的睫毛，感觉可以放牙签，真的可以放牙签。这么厉害，太俏了吧？有没有什么好厉害哦，天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一个很猛的一个翘。那你我觉得他才厉害，是你是哪里翘？我很好奇。前凸后翘，怎样翘？要死！我也有前凸后翘啊！好，我跟你们一起，我也加入你们。我第一次怎么示范？是一直反要脱了？有没有？我看到了，很刺眼，真闪亮了，是很闪亮啊，就是沙很大，有没有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活动。对，那当然，我们今天也非常的开心呢，能够欢迎我们的俏女孩来到现场。那我们今天参与这个路跑的活动，那你们平常有没有喜欢做什么样的运动？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我知道今天现场来了你们很多粉丝，也许他们会想跟你们运动。哎呦，最基本就是跳舞啊，是，对，跳舞当健身就对了。对，跳舞是每天都要跳。对啊，嗯，我平常最喜欢其实跑步边唱歌，哇，练肺活量。那你刚刚有去跑那5公里吗？你刚才有没有？我表演，他刚跑那趟表演赛很尽力啊，有看到，感觉确实很会跑，我看你都冲第一。我们以前受训的时候，一群粉丝跟在我们的后面跑，跑操场6公里哦，六公里比今天的还多耶。重点是他们会逼后面的粉丝一起唱我们的歌，对，是，然后边跑音乐，所以是非常严格的训练就。对，然后现场今天也来了非常多你们的粉丝，要不要感谢一下他们？谢谢你们支持我们。对，今天俏女孩呢也要帮大家争取抽奖的福利，没错。所以她待会要帮大家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